给油！我去！加油！我去！我们拭目以待。我去啊！吃得苦中苦，才能开路虎。路虎揽胜运动版。我去啊！这是5.0T 的吗？第一把先是火力，到底是路虎还是病虎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我去啊！亏大了，大哥，装备干掉了，装备干掉了。我去啊！吃得苦中苦啊！咱这个路虎。我去，盖子盖啊，盖子！哎呀，我去，盖子反了，一把就把装备干掉。哎呀，吃的不动啊，他放了个路虎啊，对，接近脚比较小。这个哪是轻轻松松啊！我去，哪是都谈不上，算哪是？没有加油，哪是加油加油啊！没有加油，没有加油。村长的儿子不花钱呐、人家是苦的。看一下，刚刚跑了一下，他到底有没有踩油门？到底有没有？点个赞，牛逼！挑战成功，兄弟们，大G出场了，出场了，香港拍照的啊，地主儿子开车来了，这司机是单手握方向盘，地主的儿子，北京有来玩的吗？我还不太清楚啊。哇，你这有点不务正业呀、老表。一边他这单手握方向盘，单手握方向盘。你该说不说，这大哥有点不务正业啊。地主的儿子，我去，他这是又多呀，香港车啊。啊，香港，香港车是又多。方向盘在右边啊。大 G 啊，你方向打反了，大哥。他这个。对，香港的，香港的啊，右手 V8 的啊，这是 V8 的啊、G63 这是，不是 G500 啊、加油，加油，对，右舵，咱们是左舵，他是右舵，香港人右舵，他在享受啊，他在享受发动机的轰鸣声啊！大家觉得这个大机是真闹的吗？大哥，你在香港加的加油了吧？我去啊！这油穿水门。我就说嘛，大哥，你这肯定是在香港加的加油了。啊，我去，这个油估计是，这车废了还不如往里夸出来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我去，轮胎都不对是不是？泥巴雨。92汽油，估计加的加油了。我去，加的是加油。去，看一下啊，是时候展示实力了。我去，你把分动箱打了。哇，大家觉得这个大 G 能不能上？
个嫂子，我去啊！丰田的大哥，陆巡，来，陆巡为大家表演一把。丰田陆地巡洋舰，期待一下，陆巡，看马力怎么样？陆巡。陆巡，叫陆巡的，你是大哥呀，我亲。那你们说那个陆巡能不能上？我也得。霞子来了，霞子。觉得陆巡能上点东西。羊了不敢出门，这边都是羊了，大舅哥。这边都是羊。那个陆巡能不能上？霞子，今天交50啊，霞子。完了，龙子了，陆巡加的加油了，今天。能不能上？你们说。对，东莞塘下兄弟们啊。这是陆巡呀，这今天有点。发挥不正常呀，我去。陆巡上不去，这就有点尴尬。发挥不太正常呀。兄弟们，你看一下，这陆巡都上不去。陆巡太重了，加到甲油了。加了几？陆巡有喝了甲酒了呀。对。刚刚那骑着这个点，请我们给他录一下。大哥，丰田的大哥，给他录一个西瓜。我给你出问题了，没去卖了，换了。陆巡来，这是大哥。他没去卖了，换了。33合适合。也松油了，表。快加油！今天丰田这是咋了？丰田这个表现很正常，你不要意外啊。你也不要惊喜。这个表现是正常。来，再来一把。方向有点打错了，好像急。来，我去，这是意外中的意外，这陆巡，大名鼎鼎的陆巡，咋还入不了场了呀，老表？那我估计是上不来呀。这入场都困难，我去，陆巡废了呀，方向不对呀。方向不对，我都不敢相信的，这是陆巡。方向错了呀，方向打反了，叫他一边上，你就从哪上也不行，这是正道。轮胎不行，是不是发动机也不行？假陆巡，来，这整的有点尴尬，我去，有点尴尬呀。你如果说你窟窿走，你走下面走了，那不要面子了。这也是百万豪车呀，窟窿走都上不来。看一下陆巡的表现怎么样？轮胎陆巡的都是老司机呀，生气了。头了，生气了，我去！这一把有点牛逼啊！那个乖乖，第莱万特，有老表要看，今天他终于来了。来，看到没有？玛莎拉蒂雷万特，莱万特，今天他终于来到了老表坡。给油！我去！什么情况？你可是玛莎拉蒂呀！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你看这个，给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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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给！啊，成年老表啊！你老表多！我这个，加油！玛莎呀！给油！莱万特，给油，不要松。这个轮胎的话不占优势。给油！
葡萄脯，葡萄脯，葡萄脯。上不去啊，老板们，真的上不去了。我看了，又要给他拖车了，真的上不去。玛莎拉蒂、莱万特已经尽力了，咱们给点个赞啊。有点拖地。脚位啊，现在是玛莎拉蒂啊，马上上去了啊。欢迎。不行，上不去了今天。底盘升高了，看能不能上得去啊。哎呦我去！